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，在清晨的时候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你，知道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你而得到丰盛，我们的生命将如泉源一样不断地涌出神你的爱，神你的话语。神，感谢你在清晨的时候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再一次聚集在这里，我们要来敬拜你，我们要来感谢你，我们要透过今天书传道他的分享，见证他的生命，来荣耀神的名，来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得着激励。神，谢谢你，我们原是不配的，但是因为你白白的恩典，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，让我们能够今天仍然站立在神你的面前，得着神你的恩典。神，谢谢你在这几天虽然有台风，但是仍然让我们能够平安的来度过，我们能够在这个几天的假期里面，我们能够放下我们的工作，放下我们的课业，让我们与家人有一段亲近相处的时间，享受这地上的天伦之乐。神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也知道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都有神你所预备的道路，有时我们为自己筹算，有时我们为自己谋略，但是我们都不明白明天将要如何，我们唯有将自己摆在神你的面前，支取从神你那边而来的力量恩典来度过每一天。有时我们会遇到患难，有时我们会遇到苦楚，有时我们会遇到苦难，因为神你告诉我们这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耶稣里面有平安。感谢你让我们有许多弟兄姐妹们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在遇到患难的时候，他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支柱，他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帮助。神，谢谢你，也让我们因为有弟兄姐妹的扶持，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就如同在天上享受神你的恩典。神，谢谢你，也求你预备我们今天，让我们谦卑来到神你的面前，敞开我们的心，将我们的需要，将我们的眼光，将我们的手都摆在神你的面前。也愿神你眷顾我们这群年轻的弟兄姐妹们，在他们年轻的时候，他们就将自己的恩赐摆上来服侍你。神，也求你预备他们未来的道路，每一天都能够做光做眼，在他们的同学当中成为那美好的见证，让他们自己将自己就这样的摆上，也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，无论我们在何处，无论是在职场或者在自己的社区里面，我们依然能够为主你来做见证。当我们站出来的时候，人就看见神你的形象在我们身上。神，谢谢你，我们也将我们今天所有的敬拜摆在神你的面前，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三个地方的圣经节。今天我们要看的圣经节有三个地方，在诗篇、以赛亚书以及以弗所书。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诗篇第三十九章第九节。诗篇第三十九章第九节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第二个地方的经节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八到第九节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第八到第九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”最后一个地方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我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要交给我们今天的朱明芬传道，他今天所要跟我们分享的是我们在上帝的手中，我们在上帝的手中。